刚刚有一点失望。去文化夜市。金金芦笋汁，这个小孩可以喝吗？这个辣妹。金陵机场，文化金陵沙锅鱼。안녕하세요오토팡이선생님입니다여러분我今天呢要去嘉义，先去嘉义，然后两天之后再去台南的行程。我完全没去过嘉义，有些人很担心啊，嘉义很无聊。有些人很开心的说，哇，嘉义有很多厉害的咖啡店，很两极嘛。所以我想自己试试看，嘉义市到底多好玩、多无聊的地方呢？马丁脸开始吃，甜桃 cheesecake， 甜桃，嗯，好吃，枫糖无花果，西枫糖。嗯嗯，有无花果，这味道的，这味道是对的。凉面，凉面，凉的肉圆，溏心蛋，蛋黄汤。你吃过肉圆吗？我们吃过啊，新竹。啊。这里的凉面是甜甜的，赞美奶汁的凉面。这肉圆是，不是一般的蒸的，不是炸的，是凉凉的肉圆，所以很特别。可以去试试别家哎，刚刚有一点失望。去文化夜市，这里是民族路，然后这一条是文化路，然后这一条街全部都是文化路夜市。这里是在文化路夜市里面的国家记录饭店，然后我要吃。锅鸭汤，锅鸭汤，锅鸭汤，锅鸭，锅鸭，锅鸭汤跟鸡肉饭，这是用米做的。是，然后萝卜糕，很像类似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是酸菜、大肠，然后这是金藕鸡肉饭，然后红薯，嘿，蜂蜜柠檬。就是汤面汤吃完之后加饭，好香。那你吃看看锅鸭汤，大肠很好吃，大肠很好吃，真的，猪的腥味度，真好吃。又不是萝卜糕。兄弟产品，萝卜糕的兄弟，这是蒜蓉酱，用蒜做的酱。蒜蓉酱通常会拿来配海鲜。蒜蓉，好，谢谢。太多了。这个嘛，这个。他们打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6:40，然后排队进来之后就马上坐，不困难，没位置。红烧猪肉，中味，怎么样？比较清淡一点吧，不会很油。
吃的阿霞真的很好吃，今天吃的东西中最好吃的，火鸡肉饭真的很好吃。第二天开始咯，我们现在去吃我今天的第一餐，崇文金卤面，60年的老店，好热，快热死，热死。嘉义的大部分的店都周二、周三休息嘛？对啊，一定要避开。礼拜二、礼拜三休息。嗯，我们餐厅跟咖啡厅都 miss 掉很多。芦笋汁，我没有喝过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超喜欢，超喜欢。嗯，不知道这个牌子喝起来怎么样？啊，所以不是这个牌子，那以前喝的是什么牌子？金金芦笋汁。这个小孩可以喝吗？这个辣妹好像小孩可以喝的。对，真的好喝吗？臭豆腐的好吃吗？还是真的好吃？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喝。哎，超好喝吧？我喝看看味道怎么样？一样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是有阿斯巴拉斯的味道吗？里面有吗？还蛮好喝的，可是有红豆味，为什么？真的有阿斯巴拉斯？10吧，10%，就是 orange juice。嗯，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有红豆的味道。上面有美乃滋，然后凉面酱，还有这里呢，就是昨天吃的黄记跟不一样的是有白醋加白醋，所以不会太甜，就吃到很浓稠。哎，这个是东极鲜丁，但是新天牛。可是真的韩国料理的味道，真的吗？嗯，韩国味道。所以看来吃的都是 local 的，嗯，来吃都是 local 的，也很好吃。这个有，这个酸酸的。嗯，凉面如果要加辣的话，要用辣油。很好吃，加辣油很好吃。嗯，真的不要吃错，黄记是凉面店，这里真的很好吃，然后不会。你不会太油，我感觉然后很清爽，真的是凉面，因为加醋的关系吧，很好吃。谢谢。有座位的是豆芽，然后裹的汤，然后上面已经加了护照盐，鱼肉的羹面。所以听说这里的羹面比较清爽，我吃吃看。很好吃，嗯，这个呢，好像上次吃的卤肝跟这个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是不会太油的，感觉。上次我们有吃到肝，嗯，上次吃的卤肝是就是还是有那个肉的油很多，但是这个看起来很透明。然后我其实没那么爱吃就是薄的肠，但是这个肠是。不一样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很傻眼的事情。昨天的黄记也是110，今天的金卤面也是110。可是我们吃完之后的幸福感完全满足感完全不一样。昨天真的失望，超失望。为什么那么不好吃？那炸美乃滋的凉面都这么不好吃吗？可是呢，今天吃了之后就发现超好吃。然后都会有在 Queen 跟奶跟对没有比较多的点就是我觉得哦，这个时间最需要的是就是冰美食，可是 Queen 可以续还蛮不错，嗯，我们到了快木松火村，哇。好可爱。哇，
到的吗？会闻得到泰木的味道。这里很平静，然后很和平的感觉。找到一个猫 ，Hello， 哇，好多，可以散步的地方，然后想买东西就可以买东西。如果不会那么热的时间来的话，可能觉得更好玩。我们现在去快木生活村里面的蒲宇轩。我想买。这什么口味？嗯，玉米饼没看过。嗯，长得应该好吃哦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好可以哦。谢谢。刚刚刚好，姜子高跟老板自己做的特制粉一起的，然后番茄就真的是。好吃吧？很纯金汁儿。要去当市场价。甜点呢？冰冰的。夏天很适合吃。CK 的感觉。手工布丁。这里有我奶奶吗？嗯，할머니시키。听说嘉义最有名的饮料，必喝的饮料就是鱼肠。终于买到，这是紫桃油绿茶，他们的招牌最有名的是这个。他们推荐的是半糖、少冰，然后加梅子，所以有里面有黑黑的梅子。哎，这里。就是喝到果肉还蛮好喝的，夏天很适合。现在285号，我们有这个318。我们切一个茄子，然后一个冻粉，然后一个鱼肉的砂锅菜，这样子185。好可爱啊！잘먹겠습니다。你먹어。很好吃，超好吃吧？想吃耶！哼，是韩国人会来吃吗？嗯，是吗？一定会。我说他们都不认识而已。韩国人如果吃到的话，就一定喜欢。那鱼肉好新鲜哦。嗯，好好吃。嗯，最喜欢的豆腐。豆腐也太好吃了吧？嗯。心灵鸡汤。嗯。我换心灵砂锅鱼。嗯，我们吃完林中明了，然后现在去吃平安豆花。这个是嘉义的朋友，我朋友的朋友，住在嘉义的人推荐的豆花店。真的心灵砂锅鱼头没有错，心情超好，超舒服。尝不出来吗？尝出来，那真的很好吃。就是哦，嗯，这种味道，嗯，很适合在外国朋友们吃，排队值得吧？而且今天不算久哎，是哦，40分钟，谢谢。这个是柠檬焦糖豆花，柠檬、红豆、薏仁，然后这个是雪莲冰，红豆、绿豆、薏仁、芋圆，小珍珠、分点，马上闻嘛。
清冰，对，其实就是没很传统的味道，嗯，它有香蕉的味道吧？哦，玉米起司蛋饼，哇，另外这是蔬菜的。粉浆脆皮蛋饼，粉浆脆皮，嗯，外面配了这个八点出来，然后鸡爪配到。再拜拜。今天李老师的韩文教室要教大家的是，我要开动了，잘먹겠습니다，잘먹겠습니다。在韩国吃饭前一定要跟做饭的人讲我要开动咯，잘먹겠습니다，打招呼感谢他，对方会回答많이먹어，많이먹어，或是많이드세요，많이드세요。많이먹어是长辈跟我们讲，或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可以使用，많이드세요是店员跟客人讲的话，使用敬礼。大家在吃饭前也可以练习用韩文说说看，我要开动了哦，잘먹겠습니다。